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各地，向多位资深武术家学得通背拳、形意拳、八卦掌等，于河南平顶山李远奇师傅那里学得禅门太极拳。禅门太极拳据说是由少林寺僧人所创，他的前身是那婆罗尼拳，此拳法在和了道儒两家功法后演变成了另一形式的太极拳。因出身禅门，故名